陛下，你还好吧？朕能有什么事？打开。这次射流，太子还是不要赢的好。 怎么，不想要？陛下，这不是说朕给什么就要什么吗？传朕圣旨。 朕皇长子定唐，因无可造，再加砥砺，或可更进一步。国至亲王用金带，朕今日特恩赐其玉带。殿下，陛下说殿下没有回去的脚力。 特让小人把他的坐骑赐予殿下。哼，御马，还真是重赏。陛下还说，这匹马不是中原马，而且没有驯服好，让殿下千万小心。